这里是巴塞罗那的桑斯 Estación， 桑斯火车站是巴塞罗那的交通中心，边上有一个公园叫巴塞罗那 Industria Parque， 是叫工业公园。原先这里都是工厂，后来工厂全部搬迁，这个空地巴塞罗那政府就把它改建成现在的叫巴塞罗那工业公园。工业公园有一个特殊的装置，像灯塔一样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雕塑，这个城市雕塑非常大非常大。这个我们先看一个全景，这个雕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看这里，这一节是尾巴，这个前面到底是什么，现在还不是很清楚。这里边有一个装置，给小孩子滑扶梯，小孩子在这里滑上滑下，滑得不亦乐乎。哇，滑下来，哇，又一个。我们在这边已经基本上已经看得清楚，这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原来是一条龙。这个是龙的嘴巴，龙的两颗獠牙。这个龙到底是中国的龙还是西班牙的龙呢？还是抽象龙？基本上是属于抽象龙吧。也这个龙的概念有一点完全像龙吗？也不是，西班牙人的设计。这里背光看，基本上能找出一点龙的感觉。这里呢，到底是龙的什么感觉呢？龙尾巴是那头，这里不是龙尾巴。现在已经是傍晚。这里看上去是傍晚，其实已经是晚上8点钟左右了。太阳西下，夕阳下的 Industria 公园熠熠生辉，好多人坐在这里欣赏这个工业公园的晚景。我们用逆光，夕阳的逆光来展示一下这里公园的全景。
在远看，我们在远看这条龙，这条巴塞罗那的黑龙，在工业公园。这里的树特别，这里的树，这种松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，这个树比较特别。这后面的这种高楼是一家四星级的宾馆。公园，这个像探照灯啊，不是探照灯，还是什么灯？到了晚上会开灯，现在还很亮。到了天黑时候。全部打开，蛮漂亮，像那个海上的灯塔。